走，这个有点危险哦。来，我们要退让。反正如果飞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记住，就是这个姿势，看到吗？
控制到这四个 motor 全部都是一样的转速，它是由中央的控制器控制的吗？要校正啊，装好以后要校正啊。校正？对啊。哦，是校正电流的那个流量吗？嗯。用那电流的流量来校正？对。